现在是大人里的里长蔡桂清，他在讲话。有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他要求我不要照他，因为这个影响我们会非常的重大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你办公室这么小，还是请议员来帮忙，就是说来关心一下，因为这个影响会5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。这个比那个游览车还影响的话几十倍。那首先也谢谢各位乡亲，因为这条路还很要走得很久，对，要走得很久，所以那么议员这么关心，那我们请他，对，那个小姐你先不要照，我没有照你，我没有照你，是不是？你今天你先不要照，我意思是说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大人礼，本来我们来者都欢迎，你先不要照，好不好？不然我如果跟你讲说你是大人女，那你就好不好？你就先不要照。那你要照的话，你就要到外，这是我们大人女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先不要照。今天是我主持的，是大人女，那你来关心我就欢迎你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就进入那个我简单介绍在这边哈。那我们介绍来宾一下哈，就市政府的长官。那个杜花局的介绍一下，刚好。各位市民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杜花局杜花哥，然后我姓谢，然后是组长。那今天我们杜花局还有另外一位是那个李组长。大家好。大家鼓掌一下哈，他们也是奉命行事的哈，今天也谢谢他们。那社会局，各位市民大家好，玉好，我是社会局企划科陈玉金专员。那个建管处的，各位市民大家好，我是建管处建造科林一平工程。谢谢谢谢。那环保局的副局长啊，谢谢副局长。各位大家好哈，我是环保局副局长，我叫蔡玲仪。那另外我们局里面中气小组有唐继正也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。请那个陈立威议员哈，帮我们先。对，局长还有我们市府的官员哈，还有各位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是陈立威啊，那刚才我有听我们助理去把我在1月份的时候的一个对市政府这个广慈开发案变更之后的一个质询稿，完整的质询稿来拟印，然后给大家来参考。因为这个广慈的这个开发案哦，因为我们晓得 BOT 失败之后呢，现在就是由市政府在社福的这一块，他要自己来盖哦。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因为公告公展，那公展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很多民并不知道。可是我们有特别关心这个公展的部分，我们才发现说，哇，我们这个社福的这一块，从原来容积210变成400。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地方上应该要重视的，所以当时我知道之后，我就立刻提出质询。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件事情呢？就是说，一栋楼它本来盖20层楼，可是现在它要变成40层楼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关心，20层楼变40层楼，我是做比喻，它对我们这个环境的影响冲击有多大？我们令市民获得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大的量体的一个？的建筑物在我们的楼上，尤其我们晓得说，我们大人里啊，还有就是附近的大道里啊，或者这我们这附近的，我们其实我们的路哈、啊，路宽都不是非常的宽，我们有很多的房子都必须要改建。可是当这么一个大量体的东西在我们这边出现的时候，其实对我们整个环境的冲击是相当大的，因为一下子要进驻这么多人来，不只是来工作，还有被来长照、被照顾，就是有一些。老人啊，身心障碍者会进入我们这个地方了。再来就是公营住宅也要进来。公营住宅它一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必须跟大家报告，依照它现在的计划，它可能会迁进1500户的人在这里，有一个人的户的，有2房的户的之类的，公营住宅会放进来，等于是一个建筑里头可能就足足多一个里这么多的人。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我觉得市政府有必要针对这个东西来跟我们民来做一个报告，将来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多大影响？为什么今天请环保局来？我觉得一个量体这边突然间产生了，过去我们知道都是200，建蔽率是40%，现在建蔽率还是40%，可是容积变400，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
我觉得我们李明把这个东西陈述出来，将来我们这个东西都要送到都市审议委员会来表达我们的不满，甚至于我觉得我们不惜抗争，我们都希望市政府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，为什么他可以莫名其妙从200亿变400亿？市政府可以抢农地抢到这种程度吗？你一下子一个量体条牵进了1500户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停车位增加多少？绿地空间增加多少？道路面积有变大吗？我觉得这个都有必要来跟我们做说明，所以我们也很感谢里长。当然，我们也很，也是说我们这个市政府，我刚刚讲他们有必要来说明。那在明天开始，可能就上班的最后一天了。本来我想说，是不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更大的场地，更多的里民来听？我想不止我们大人里关心这个话题，中波里也都关心，甚至于大道里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知道这个事情。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声音出来。可是因为时间很紧迫，所以里长就说，那我们就先在礼拜公示，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在开春之后，我会再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，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市政府到底这个东西要做什么。因为都市审议委员会还没有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民众的意见我们希望整理好，将来在都市审议委员会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陪伴大家把我们的意见陈述出来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说，这是我议员讲的啊，这是我据我自己的本身的对于公展的之后的一个了解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请他们来讲一下，来跟我们说做一下说明，否则让我们民众是很担忧的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，所以今天很谢谢大家，那也很谢谢他们哦。大家都是过年前最后一天，明天还有工作了，但是因为大家事情都非常多，所以我讲短一点，那就请他们来跟我们做说明。嗯，那也希望到时候大家意见的时候，在他们说明之后，大家已经陈述出来，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。那我们今天的会议，我们也会做成记录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做成记录，以上报告，谢谢。